西门。渣男是吧？对，很渣，他骗小优，然后又良心发现。那你来试一下。西门，渣男。我很难，我演很好。我觉得你是演嘛，演啊。真正的渣男不会很有你而是。我明白，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。真的渣男他会以一种很愚蠢的那种状态出现，说啊我不知道，我这辈子第一次谈恋爱，我没见过人爱我真的，就这种感觉。耶，我知道了。这首歌的原唱是叫 Penny Penny， 对，那你觉得他听到这首歌会对这首歌有什么样的评价吗？很深入大家的心里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唱一模一样，没有办法超越原来的。可是如果他听到这个版本，我希望他会喜欢。我们来听一看戴佩妮刚刚听完之后，这首歌这个版本，他有自己的。刚刚听完，听完了。他刚刚他在线上，他在线上完整的听完了你的歌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和感受呢？有请他吗？七儿重新赋予这首歌新的一个生命力，当然也要感谢这么长久以来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们。既然大家这么喜欢这首歌，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拜托七儿来考考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随机抽取一位现场的观众来接唱，好不好？当然最后呢，还是要给七儿多多打 call 点赞哦。哇，佩妮姐真的太给力！因为戴佩妮老师有个很经典的场面。他那是什么歌来着？他那是怎样？会是怎样？他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这段垮掉了。啊！会是怎样？